您好。您好。您好。啊，对。你哪儿不舒服？你哪儿不舒服？今天早上。今天早上。起床以后。起床以后。我感到头疼。我感到头疼。现在。现在。有一点发烧。有一点发烧。您呕吐。您呕吐。拉肚子了没有？拉肚子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我有一点。我有一点。咳嗽。咳嗽。头疼的。头疼的。很厉害。很厉害。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您的嗓子。您的嗓子。您的嗓子，您的嗓子发炎了，发炎了，您感冒了，您感冒了，昨天刮大风，昨天刮大风，天气很冷，天气很冷，我出去的时候，我出去的时候穿的太少了，穿的太少了，现在生病了。现在生病了，这是给您的药，这是给您的药，一天三次，一天三次，一次一粒，一次一粒，吃完药以后，吃完药以后，您的病，您的病就会好的，就好的。医生，医生，您能不能？你能不能给我开两天的病假条？病假条可以，可以。您要常洗手，多运动，这样就不会生病。您说的对。您说的对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